不一定，两位请准备。好看，好看。哎呦，这好狗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Already 笑容可以吗？好狗可以吗？太重了。Already 体重太重。好，请出题，第一题 Go。 袋鼠是众所皆知拥有浑身肌肉的动物，请问当雄性袋鼠要对雌性袋鼠求偶时，会露出哪个肌肉吸引对方 ？A. 胸大肌 ，B. 肱二头肌 ，C. 臀大肌。嗯，哦，有了，小心安全哦。但好稳哦。对啊，脚它脚夹得很漂亮。对。 好，还用这种？好，小心头发。OK，OK。哦，好轻松哦。哎，你想到？好的，胸大肌，肱二大肌还是臀大肌？胸大肌，恭喜。 答对，答错，不对，，豪哥有答题权了，来了，你给我答题权了，答题 B B 肱二头肌，恭喜答对，二头肌，二头肌，恭喜答对，这可以耶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肱二头肌，我电击吧，这一块，哎，我就是对啊，莫名其妙获得一胜，对啊，所以。 也算豪哥他的现在的策略就是说等对方答错，对，问题答错也只能等。哦，OK，好，厉害啊，勇气波啊！他一生大概有40多个交配对象。哇，哎，哇，这个袋鼠怎么样？低于你是不是想当袋鼠？还好，还好，比袋鼠不枉多让，两三倍了。下面题，请出题。 随着近几年路跑马拉松活动越来越火热，许多民众纷纷投入路跑的行列。不少专家也建议男性参与长城路跑时应贴上胸贴。请问原因为何？嗯，温蒂爬得很美耶。对啊，豪哥上去了，豪哥可以的，豪哥可以的，不要。哎，好。 还要等对方答错下来，对，加油，就看温蒂了，手指头，一指神功，哎，加油，再高一点，哎啊，再高一点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哎呦，慢慢，好，小心哦，一个辛苦爬了2次上去后来输掉的人。 这种心情会极端恶，所以他这个答题很重要。请问原因是为什么人家专家建议男生要贴胸贴？原因为何？还简答题。因为呢，要跑很久的时间，衣服会一直摩擦，所以他们的乳头对会一直摩擦到会流血。摩擦到流血啊？对，摩擦到流血啊？对，哦，不是摩擦到硬起来，还有肌肤。没有，真的是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可能就会流血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越跑越小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通过撞墙期就靠这个。恭喜答对。好了，哎，真的会流血。天哪，我要涂一些那种乳滑的东西。哦哟，凡士林啦，或者什么。天哪，哇，这个流程这样，我以为是喷漆耶。没有，他们就涂要贴胸贴的话，减少这个摩擦。对，或者涂一些。量也是，冲量要穿那
让温蒂休息一下。对，爬的有点吃力了，他会喘啦。连续爬很累。一比一，一比一，恭喜你还至少赢一点哦。一边出题，请将鸡蛋、大豆、鸡肉以每百公克的蛋白质含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列。这个豪哥一定会。但是豪哥一定会哦。我们展现豪哥的精神，温蒂加油！温蒂已经强弩之末了，辛苦。对啊，你看。对。其实要爬山真的很辛苦，好累哦。加油！加油！温蒂，脚要。哎呦，豪哥好像抓到了，豪哥可以抓到感觉喽，好刚上了。哎呦，豪哥，豪哥可以啊，豪哥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再来。哎呀。好的，那么 Wendy 可以获得答题权，你先答。大豆，鸡肉，再来是鸡蛋。大豆、鸡肉、鸡蛋，
对，高到低。恭喜，答对。哎，你怎么？哎，这个好像你很熟啊？为什么？你们的平健身一定都要知道这个。对，因为我们要饮食控制，然后去分配我们的营养摄取的比例。嗯，哎，但是你们这样子过日子会不会太苦了？我一向认为，因为鸡胸肉是亚洲人来讲最难吃的鸡肉的部位。哦，我喜欢吃酥肥的。OK， 对不对？很还是多吃。对，但就是说以鸡肉不那这个。个人标准不一样啊，那我这个当然是一个普世价值啦。绝大多数人一定哦，喜欢吃鸡腿啊，鸡翅嘛，比较嫩嘛，鸡胸肉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吃。然后他们在饮食的控制里面，他又要吃到很清淡。像波波琛，你也要控制吗？不用，没你没有，就都正常吃。哦，不用，正常吃，对不对？其实人生就算活着，就要吃的快乐嘛。但是要有节制，东西吃的少，身体。自然好，这非常重要。肥胖这带来的疾病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百善孝为先，百病怕危险。然后这种仙风道骨，他活了100年，脑满肠肥，马上健壮。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人家有精壮的肌肉。因为你现在看哦，像豪哥这么壮一只，但他心脏有没有随着扩大呢？没有。心脏的 size 还是一样，所以它负荷会比较重哦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吧？热量完美，温馨小提醒，不可能。好，恭喜温迪获胜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很快哎，真的，一次两片啊，哦，哎，你看他的我肌肉的训练，小心脚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勾住勾住！哇，好轻的，轻松轻松。哎，他这个比男生快一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现在是快，好厉害好厉害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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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快哦快哦快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！加油加油！哇！加油可以，你可以加油！加油！香蕉慢了慢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果然吃香蕉是最难的。好，好，他使用的秒数是1分06秒。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好，我们趁机总结一下，来。好的，目前我们进前三名的是第三名，要恭喜的是啊，就是温迪啊，温迪已经到前晋级了。对，第二名那个我们唯一晋级的女生温迪，哎，那个波波琛，你看好她吗？对，我们刚刚在那个外差，我是投给她，因为她体重比较轻嘛，体重优势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她平常这种重力训练是不少的，也是没问题，对，非常辛苦。好，一杯。好，你上去之后立刻计秒，来，加油 ，Go！ 哇哦哦，对了，哇塞，还爽嘞，超累的。他把自己卡死了，卡到那个衣服的脱法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背肌太大了，哦，背肌太大，真的卡住了，怎么办？赛事要大，要给赛一次机会嘛 ？T 恤要换大一点，不行，不行，淘汰，淘汰，淘汰 ，OK 了，好，哇，但是女生撑到最后一关已经很厉害了 ，respect，respect， 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